我想我们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叫人生有三大乐事，对不对？那其中有一个乐事就是他乡遇故知，就是你在美国这个地方你遇到了你以前的朋友或者好朋友。所以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有机会请今天要受洗的或者是认识他们，会说一些关于他们的祝福或者鼓励的话。你可能留意听你说的，发现哦，原来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学校啊，这是在我们教会前教会发生的，就发现原来他们是小学同学，然后最后居然在教会重新相遇啊，那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怎么可能碰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是有可能，他相遇不知，今天在这里。你会有机会听到，可能是，说不定是从你的故乡来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一些故事要说，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感谢。同时，我们也在这里有机会可以彼此更多的认识，因为这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让我们每一次在这里聚集，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认识。所以你看到我们有一些万能片，是我们最近有外出交流的啦，或者是我们青少年儿童他们在那里有他们的时段所照的一些相片，愿神帮助我们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这是神的家。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开始今天的聚会。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这是你分别为圣七日的头一日，你要我们能够在这里真正的有安息，我们的心灵可以归回休息，直到爱我们的神今天要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话语真理和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因为我们会听见了我们经过耶稣与我们一起生活而有的故事。我们更感谢你，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嘴，有可以歌唱的能力，可以说话的能力，你给我们能够向你歌唱，我们可以诉说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赞美你。我们把相信的力量在你手中，愿主你保守有一些可能还陆续会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跟亲人，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庆祝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而且我们有三位姊妹要一起受洗，愿主你预备他们来走过这关键美好的时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瑞，带我们一起敬拜。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大家站起来好吗？然后跟你的左右前后打个招呼，用你最迷人的笑容跟他们 say hi， 然后跟他们说，今天你要再一次被圣灵更新。我们开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开始。
将我的心
你在